弟兄姐妹们平安，又到了主的日子，到了我们欢喜快乐的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神的时候，就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我们来迎接我们的神，去赞美他，感谢他。我们下边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赞美团队。诗篇27:4，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在网上，在线上与大家见面，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圣经中说，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让我们从我们的座位上，我们一起站起来，让我们一起大声的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他。 Amen。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使人生至此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欢喜，请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救主流宝血何等全被救恩，真神应许赐给凡信他的人，罪人终至罪愧，若真心相信，一心靠主，就必得赦罪之恩。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欢喜，请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父神岂是真理，他成就大事，接生子耶稣我们欢欣无比，将来见主面我们必更惊讶，何等奇妙改变，更纯洁无瑕。赞美主，赞美主，全地聆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欢喜，请来接生子耶稣来到父前，荣耀君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耶稣是我亲爱朋友，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失恋或与
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千秋在主怀中闭门无忧，与主同在永无忧。是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便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我平心在主里安居，将天上平安喜乐，我深知深知无论于何时，主为我安排稳妥，就是主凡事引导我，万曲路他赐喜乐，于是念主慈恩相助，生命亮日日赐我，我不虑虽疲乏雨跌，我心灵干渴无力，心我竭力盼现我前，喜乐却永流不息，心我竭力盼现我前，喜乐却永流不息，就是主凡事引导我，主慈爱何等丰富，主应许在天父家里为我陪安乐住所，到那日我复活变化，战衣飞进光明所，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千万年我仍要歌唱，耶稣凡事引导我。
让我觉得祷告，主啊，感谢你十字架上的救赎。主啊，在今天这个疫情悖逆的时候，主啊，我们更多更多的想到，主啊，启示录里面你就是那受罪的羔羊，但是如今你已经复活，主啊，你坐在宝座上，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盼望。在这个时候，我们时时刻刻都想到，主啊，我们应该是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应该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什么。现在我们知道，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救赎，你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作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向更多的人传福音，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主啊，你就是这世界的盼望。主啊，愿你能够继续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你十字架的救赎，主啊，高高的在这边，我们就知道，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疫情虽然是那么的严重，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中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有你，你是我们复活的救主。主啊，愿你能够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每一个会众。主啊，在这个每个人都有艰难的时候，在经受痛苦的时候，主啊，你能够背着我们走十字架上的道路，因为那不仅是十字架的道路，那是一个荣耀的道路。主啊，愿你能够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能够祝福我们的教会，也为我们这个国家祷告。我们在12月3号的时候，我们要全我们的封城就要结束了。主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之后的疫情会是怎样，但是让我们要牢牢地抓住主，抓住你。主啊，愿你能够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
曾停止拍打海岸，人们相聚离散，有没有一种约定永远不更改？谁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超越了时空的祝福，祝你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的权势，坐在父右边，世界的亮光，荣耀的君王，耶稣，无罪的羔羊，为我走上十字架。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弟兄们，轮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惧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立刀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地当主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住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将令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启示，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令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心存虚谎，使一切不行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求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弟兄姐妹们平安。信仰是什么呢？如果我请你用一个画面，或者呢用几个词语来描述一下你的信仰，你会把你的信仰描述成什么样式呢？朝圣之旅，得到应许，幸福的生活，与神同在，读圣经的人，教会聚会，一场征战，或者说呢啥感觉也没有。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啊，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是认真的，我们怎样去描述看待自己的信仰，其实就会决定我们怎样去过自己的生活。其实信仰对我们意味着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脑海中应该出现很多幅这样的图画。那今天呢，我来跟大家提一个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的一个画面，或者说呢一个描述，那就是呢我们的信仰啊，实际是一场征战。这个征战呢，是耶稣基督他带领我们和属于魔鬼的这个黑暗势力的一个征战。这样的一个征战呢，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灵魂而战，我们呢也是为我们身边人的灵魂而战，我们更是呢为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而战。我们的神他渴望我们能够成为属于他的人，他让我们成为啊在这个世界上将来真正的主人，他渴望我们呢能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和身份。但是我们都知道呢，魔鬼他反对这一点，他希望我们呢成为属于他的人，让我们能够归在他的名下，匍匐在他的膝盖之下，成为他的臣民。耶稣基督他受到圣父的差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赎。那我们这些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就是基督的人，我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不再属于魔鬼了，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啊，魔鬼呢他不会放弃的，这个很容易理解嘛。我们被从他的手下抢夺了出来，他怎么能放弃呢？所以他就想尽一切的办法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去背叛神，让我们再一次的呢去回到他的阵营中。这个呢就是征战的开始。所以我们可以说哈，当我们开始信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时候开始，这场征战呢，抢夺我们灵魂的这种拉锯战呢就开始了。感谢神的恩典呢，神通过他的仆人们呢不断的提醒我们在末世，在将来要发生什么。非常清楚的事情呢，就是在末世和将来呢有一场最终的决战。这个最终的决战呢，有点像我们这个两次世界大战哈，从开始到末了呢，我们大概的呢能估算出一个日子来哈，轰轰烈烈几年的时间。实际上呢，末世对我们来说呢，这个不像我们体会二次大战哈，只有几年，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就好像呢，我们现在都说环境恶化了，这个恶化是怎么来的呢？是慢慢的积累，逐渐的发展。那在这个过程中啊，有人意识到了，有人呢还没有意识到，别人说他也会否认。但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
这的的确确呢是一个无可避免，而且呢一步一步走向最后这个终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的末世啊也是这样的。其实末世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要走到这个历史的尽头啊，回过头来看，我们才能说哦，大概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总而言之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在这个末世里边哈，这样的属灵的征战呢会越来越激烈。我们的信仰生活呀会不断的受到各样的冲击。那这个信仰生活呢不但包含了哈我们在教会中的信仰生活，也包含了呢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啊对信仰的各种的挣扎。实际上呢这都是魔鬼在试图抢夺我们的灵魂。那这些事情呢在末世啊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使徒呢在书信中呢就多次的劝导我们呢，就说在面对将来要发生的事啊，你们要受到很多的冲击。我们今天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一段经文呢，使徒保罗呢实际告诉了我们一个主题啊，他说在末世你们必然要经历各样的冲击，但是你们不要被诱惑。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哈，耶稣基督他通过他的使徒告诉我们在将来我们受到哪些冲击，我们要受到哪些诱惑，我们怎么办哈。那首先呢使徒保罗呢在经文中他就提醒我们了哈，他说第一个呢在末世的时候啊要有假先知来诱骗你们。所以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哈，使徒保罗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那么使徒告诉我们说呢，末世的时候啊会有人出来说主的日子到了，耶稣基督来了。那可能我们会这样想哈，大家仔细冷静地想一想呢，就说如果有人跟我们这么说，哎呀他们愿意说什么说什么呗，说耶稣来了就说耶稣来了吧，这有什么问题呢？哎，他说耶稣好像就在什么方向，咱们除了门到门外一看，哎，没有，没有就算了，咱们就回来呗。那这个事情使徒保罗为什么要提一提呢？那这里呢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哈，说为什么这些假先知很可怕。那保罗呢在他的信里边他就解释了哈，保罗说呢因为他们会让人动心和惊慌。实际耶稣基督呢他也回答过这个问题啊，马太福音24章24节哈，耶稣基督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你看呢保罗讲到呢哈，说我们呢会惊慌会恐惧，耶稣基督说呢我们会迷惑。一句话呢哈，就是这些假先知啊他会借着这些信息来制造恐慌，达到诱惑我们迷惑我们让我们偏离真理的目的。那怎么能够让我们偏离真理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哈。那么保罗呢他在说呀，他说凡是说这个事情的人，这样说的人呢，哎，哪里耶稣出现了，哎，耶稣时候到了，凡是这样说的人呢都是骗子。非常简单非常直接哈，非常粗暴，这样说的人都是骗子。为什么呢？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根本就没有人知道，这个是神启示过我们的道理。如果我们回到马太福音24章哈，我们会发现呢耶稣基督非常明确地说那末后的日子要来，但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关于这个末世的准确时间呢，圣经中非常的清楚地告诉我们哈，我们不要去猜。耶稣告诉我们说呀，末世呢会有很多的症状，好多的这种表现的信号哈，让我们知道呢或者感觉到，哎，这个就是末世了。但是神非常明确的禁止我们去猜那个日子。那我们就一块来先看一看哈，耶稣说呢这个末日的情景是什么样。我们要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哈，大家看马太福音24章哈，从第6节开始呢耶稣基督就提到了，他说哈，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灾难里，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那再往下呢，到了21节哈，耶稣基督又说了，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那选民，这日子必减少了。哎，你看哈，到23节，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若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给它总结一下哈。你看呢，在这个末世啊，有几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第一呢，有战争，有饥荒，有地震。那我们可能觉得哇，这个很可怕哈，这是灾难。耶稣告诉我们说，不是灾难，这是灾难的起头，刚开始啊。然后第二个事情呢，基督徒要受逼迫。第三个事情呢，真正的灾难来了。耶稣基督说呀，这个时候你们会感受到呢，从你们有这个世界的文明这个历史以来呢，直到现在哈，都没有这样的灾难，空前绝后的灾难呢哈。啥灾难呢？耶稣基督在那里没说。那启示录中呢，提到了这些一鳞半爪呀，让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到一点，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哈。那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事情呢，耶稣基督就说了，跟使徒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是一样的哈。他在讲呢，说有假先知假基督出来说自己是基督。那第五个呢，他在这里就讲到了大灾难之后啊，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日头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要震动。那这是啥意思呢哈？那有人呢就去解释了，当然我们说这都是一家之言呢，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呢。有人说呢，这可能是将来啊，有一颗彗星或者呢小行星它撞击地球了。也有人说呢，啊，这将来呢是一次大型的全世界性的哈，全球性的火山大爆发。总而言之呢，就是掀起了冲天的灰尘，把这个太阳星星哈全都遮蔽了。所以呢，这就是太阳也不发光，月亮也不发光，星星都坠落了啊。那么这个是不是人们在瞎猜呢？其实不是的啊。那今天呢，很多科学家他在研究，他发现呢，在我们地球的历史中啊，曾经有过这样的情景出现，火山灰啊或者灰尘呢，遮蔽了整个地球表面，一遮蔽呢，几年、几十年、上百年，哎，上万年的这都有啊，都曾经出现过。具体什么样不知道，但是将来一定有那个时候。经历的人会一下子意识到，哇，太阳也不发光了，月亮也不发光了，星星也不发光了。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要再来了。但是大家要记得呢，耶稣基督说哈，即使到了那个灾难和灾难之后，你都不要听任何有人来跟你说基督来了或者要来了，那样说的人都是骗子啊。这是我们要第一个要提防的哈，他们要这样来诱惑我们。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哈，说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去猜那个时候呢？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神最后的审判什么时候开始？这肯定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啊。那你想想，你想不想知道这个事儿呢？那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事儿啊？那我们可能就会想了，哎，我要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我就做点准备了嘛。那可能有些人呢是单纯的好奇哈，哎，到时候我们看一看是不是真的就有末日啊。弟兄姐妹们，人之常情，但是你想一想，这个人之常情它有意义吗？猜也好，推测也好，它能解决问题吗？如果最后的审判一定要发生，我们猜对了，我们知道了，能不让它发生吗？耶稣基督来就来，你如果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什么吗？这个大灾难来之前，你被提了，天国去了。
不用特别预备的。那如果你不是得救的人，你说我要做预备啊，哎，我像那富豪一样在地里面挖个洞，我储存个三年五年的这个粮食饮水，多带几袋面，多备几桶油，多生活个三年五年，做这个预备有用吗？有意义吗？所以神他要求我们呢，应该有一个末日意识。我们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边呢，就好像呢，明天耶稣基督就要来了一样，我们要警醒。为什么呀？的的确确，神最后的审判呢，随时都会来。但是我们去面对神审判的这个将要到来呀，这种情况呢，不是去猜那个日子。我们应该呢，过一个警醒的生活。我们应该去找到终极的解决办法，成为被神所拯救的人，这是我们的解决办法。所以保罗也好，耶稣基督也好，他在提醒我们说哈，他说你们有这种好奇心，你们就更加要小心了，要小心那些假先知假基督，他们会诱惑你。那他诱惑我们目的是啥呀？那在第三节呢，这个使徒保罗写到哈，他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那说的很明显呢哈，他说他诱惑你们是干啥呢？要让你们离道反教，离开神的道，去违反神的教，那就这么简单。那怎么去诱惑我们？诱惑我们做什么？什么叫做离教反道哈？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总而言之呢，咱们知道呢，第一个，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谁去这么说，好像是伟大的人一样，我去猜测出来了，哎，就是这样描述的天花乱坠，描述的惊悚万分哈，都别听他们胡说，这都是骗子，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呢，就咱们就回到这个问题了，说这样的不法之人，这样的罪人呢，他们是什么样的呢？咱得去了解一下，他要来骗咱们嘛，咱得给这个骗子画个像啊哈。那他为什么诱惑我们呢？诱惑我们什么呀？保罗呢就继续给咱们讲了。第四节他说哈，他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这话的意思哈，说这个人呢是高抬自己，说自己是神。第九节呢，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这个很吸引人呢哈。那这个人呢，或者说这种人呢，他可以行异能神迹歧视，很厉害的哈。那第十节呢，说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注定沉沦的人是啥样的人呢？就是啊，要下地狱的哈，坚决不相信真理的。就是说很多人会被他们所吸引，他可以欺骗很多人，行不义的诡诈呢，这就是欺骗了哈，不义的诡诈嘛。那么这个欺骗的结果呢，哎，很明显，什么结果呢？在第十节下哈，十节的后半部分，保罗说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那这句话读起来很费劲哈。那实际上是说的呢，被他们所欺骗的人有什么特点？这些人呢，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就是不领受这样的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人要爱真理然后得救。那这些人呢是不领受这一点的。那简单的说呢哈，我们经常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呢，他们认为啊，人不需要通过真理来认识神，神的救恩啊，人的得救啊，不需要通过真理的。那通过什么呢？咱们再往下看啊。那结果呢哈，就是在这些人被骗的这些人身上啊，结果就是神允许任凭这样的事情去发生。经文告诉我们说呢，神干脆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呢。那这是啥意思哈？就是明明这个事儿是错的，但是呢他们在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念头，认为这是对的，然后这些人呢就信了谎言，那神就任凭他们，好了，你就信吧哈。啊，你愿意否认神，愿意否认神的真理呢，那呢就随便你了。那最后这样的人是什么结果呢？在第十二节哈，说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那这里边的不义啊，
指的那不是我们在圣经中经常讲到道德上的哈，比如说干什么坏事这种不义，不是的，它是呢神学性的，指的是说呢否认神，离开神，不认识神，这样呢被神称为呢不义的人。也就是说呢哈，神呢会给他们定罪，他们最后呢要受审判。那这些大家记得呢，是那些受了诱惑的哈，哎呀这个很惨的哈，受了诱惑不说，然后最后神还审判他们。那这个诱惑人的就是一些不法之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那第八节呢，使徒保罗呢就说了，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那这里面说的很明显啊，神当然是公平的，神呢会去消灭他。我们如果总体的来看这段经文呢，看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说呀，这个末世呢，我们都会承认它一定会来的啊。但是至少啊，我们有很强的信心呢，在一段时间之内呢，这个末世它不会来。为啥呢？因为耶稣基督他说那些末世的征兆还没有嘛，对吧？啊，那种大灾难呐，啊，这个全球性的战争啊，饥荒啊，好像还没开始啊，哈。所以我们这代人呢是很幸运的，咱们好像呢还不会经历那个痛苦啊。那问题就来了，咱们没经历那个痛苦，光是说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什么，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吗？那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意思呢？放在圣经里，圣灵通过他向我们说话，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呀？前面我们讲了哈，保罗说你们不要受诱惑啊。那这个呢，这些东西对我们有啥诱惑呀？那大罪人大恶人，那他诱惑不着我们嘛，对吧？那你比如说三千年、五千年、五百年、一万年将来发生的事儿，那跟我们没关系嘛，怎么诱惑我们呢？所以怎么去理解这一段呢？啊，实际从保罗的时代开始呢，人们就开始在猜，那谁是这个大罪人呢？历史中呢，有很多人呢都被认为是大罪人哈。从古罗马时期，罗马的皇帝尼禄，到现代的呢，比如说希特勒，那通常呢哈。教会传统中认为呢，啊，说最后啊一定会有这样一位大恶人出现，他会呢亵渎神，甚至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啊，诱惑很多人，大家都觉得他就是救世主。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大罪人不法之人，他可能啊是一批人，一群人，或者呢一类人，他们在历史之中，在我们教会历史中，在我们个人生命的历史中呢，他会一波接着一波，一浪接着一浪，我们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呢都会遇到这样的大罪人。那这样的罪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啊？就是说你看经文中说到呢，他们会行神迹奇事，有特殊的能力啊，可能我们理解成为呢他很有魅力，很有特点，哎，可以吸引人。那吸引人之后呢，他终极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呀？让被他所吸引这些人呢不爱惜真理。大家记得刚才我讲到哈，我们会不认同跟随他的人呢，会不认同要通过爱真理才能认识神啊，不认同这个真理。这个就回到我们这个信仰中的非常核心的东西了哈。我们说自己是信神的人，谁是你的神？你信神信的是什么？你怎么知道这位神是谁的呢？我们相信有神，我们要通过爱他的真理。我们怎么知道这位神是真实存在的呢？是通过他所亲自启示的这些真理。神启示的真理就见证了神自己。通过这些呢，我们才知道哈，我们应该去崇拜谁，不会呢错了目标。那如果不通过爱真理，那通过什么呢？在十一节呢，保罗也说了哈，他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就是他不通过认识真理啊去认识神，那就信从虚谎。什么叫做信从虚谎？这个虚谎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从呢认识神的过程来说哈，说我们人呢是通过启示的真理去认识神的。那么如果我们不通过启示的真理，我们是通过人的经验知识、感觉、我们的逻辑推理，就这些呢，从我们人来的东西去认识神。我们可能会想啊，哎，我们人认识神可不就是这样吗？
那你说，不是通过我们的推理、经验、逻辑，我们不是这样认识神吗？神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说神是什么样？哦，能呼风唤雨，能腾云驾雾，能移山倒海。再说一说神有什么特点呢？神特别慈祥，哎，特别有爱，哎呀，这心里充满爱哈。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哈，如果你这样认识神，那这明显是你想的嘛，你哪来的呀？哎，你说我脑子这么一想，我这么认为的。记住哈，你就这么认为的，那是你脑补的，那就是你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神，放在了自己的脑海中，放在了你的思想里，做成了一个偶像，放在了你的面前。你说我没放在我的面前，对，放在你的大脑中了。这就是虚谎，人的虚谎。保罗说的虚谎指的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认识神呢？刚才我说了，再重复哈，神通过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只有通过学习这个真理才知道神是谁。什么是神启示的真理啊？圣经啊。在圣经里边说神是慈爱的，那么神就是慈爱的，他自己说的吗？在圣经里面说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就相信他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就说他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呀？他告诉我们呢，圣经说神要把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要放在地狱中受永远的苦。哎呀，我们说这东西好像不合情理啊哈！啊，那些人多可怜呢，刚出生的孩子，哎呀，夭折了，然后也在地狱中吗？哎，这我想不通啊！哎，那个好人他怎么也下地狱呢？哎，那个坏人信了耶稣了，他就真能上天堂吗？将来我就跟他肩并肩站在神的面前，公平吗？哎，我觉得不公平。圣经说，神就这样的审判，那将来就是这样的审判。地狱中是不是一定要有人？一定要有人。是不是有人要受惩罚，经历永远的苦？是的。公平不公平？想不通也公平。为啥？这是神告诉我们，这就叫通过真理认识神。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里边哈，那些诱惑我们的人，他就是要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误的想法。什么错误的想法呢？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这样的道理哈，我们应该把它分成两段来读。第一，不领受。不领受什么？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其实呢，魔鬼就是通过这样的工作呀，鼓动我们人的骄傲，我们自身的这个自大哈，让我们呢自大起来，骄傲起来，就像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一样，让我们不想再去需要依靠神，我们不想再需要呢，为什么我要通过你所告诉我的真理来认识你，我自己就不能研究研究吗？所以神惩罚的方法呢，就是他任凭人去行这样的事。在罗马书中啊，对这个任凭呢讨论的非常的详细哈。总而言之，总结一句话就是说呢，啊，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神给我们自由。哎，你厉害哈，你想去通过你自己去认识神呢，行，尊重你的选择，您请啊。但是你要承担后果，神因为人的这种悖逆呢，就积攒他的愤怒。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哈，他说关于末世的这些事情啊，将来要发生这老些事情，哎，将来有人会经历得到的哈。那你们呢，面对着有人谈论末世的事情，面对着你们可能要经历的事情，你要小心不要被诱惑了。什么诱惑呀？在这里就是啊，我们不要有这种属人的骄傲。不管看起来多伟大的人忽悠你啊，让你离开圣经真理，这都是大罪人，就这么简单。谁让我们离开圣经介绍的真理？谁不想让我们通过圣经来认识神？那呢，他就是那个大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呢，我们在今天呢，说到这个末世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确有一种末世思考啊，我们要有一种呢警醒的生活，不要被诱惑哈。我们要站在真理之上，只要你在真理之上啊，你永远不动摇，那就没有人能够诱惑你。末世会不会来？一定会来。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哈。那咱们应该怎么做呢？相信福音，我们是得胜的人，然后我们积极地传福音，让你身边你爱的人，爱你的人都能跟你一样信福音，
咱们将来呢在天国中有份的，在天国中咱们在一起啊，然后咱们就欢喜快乐过每天的日子，高高兴兴的等待着历史的前进。咱们就每天祷告啊，主啊，愿你快来，多幸福的生活呀！这就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应该面对着这种末世啊，应该有的思想。所以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哈，咱们都可以被圣灵所充满，站立的稳，面对末世的挑战。好，让我们一块来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求你的圣灵能够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末世的各种情况和言论中，我们都不惊慌，我们不被诱惑，我们不会偏离你的真理，让我们牢牢地扎根在你的启示中，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天父，就求你能够保守带领我们，无论我们经历多少苦难，无论我们经历多少挑战，我们坚信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就无所畏惧。天父，愿你的恩典能够在我们身上长存。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牧师今天为我们的证道，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十架为我荣耀》。求主使我一世家，在必有生命水，有哥哥他山留下，白白赐人为靠耶稣保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和义务。因为现在还在疫情之中，我们不能实体聚会，也不能面对面的收取奉献。请大家按照屏幕上提供的账号进行网上转账，也鼓励大家以自动转账的方式来进行奉献。愿神的祝福与我们同在。一起为奉献做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您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供应者，您赐给我们蒙福的生活，也赐给我们每日的健康和平安。感谢神给我们奉献的能力。以上是兄弟姐妹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求你悦纳和接近这些金钱，并且用在教会的施工上，让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求圣灵带领保守我们的心，加添我们的力量，活出丰盛的生命。愿一切的荣耀、权柄、尊贵、赞美都归于神。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下面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都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们，下面是我们家事报告的时间。那今天呢，有好几件事情哈，要来跟大家通报。首先呢，是一件喜事哈。那我们是喜事连连呐。
楚红涛弟兄和齐贝贝姐妹呢，他们在上一周啊，喜迎千金呐、啊，他们第二个女儿呢出世了，都一切都非常好。现在齐贝贝姐妹和孩子呢已经回到家中哈、啊，在休养。我们感谢神，为他们感恩，请大家呢也继续为他们这个小家庭来祷告，让神的恩典能够保守带领他们度过这个坐月子的时间哈。那么也恳求大家为他们新生的女儿 Iris 来祷告祈求让 Iris 呢能够欢喜快乐茁壮成长。我们也非常感谢哈，那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教会的姐妹们组成了一个月子关怀小组啊，去照顾齐贝贝姐妹，谢谢大家，愿神能够祝福你们。那这是第一件事情了。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哈，很快呢我们奥克兰呢疫情警戒呀就会进入到这个交通灯系统。交通灯系统呢具体的内容哈，我们还不知道，这些细节呢政府还没有公布，它每天都会变的嘛。那我们呢就等到最后的准确的消息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呢就跟大家去更新了哈。我们会按照政府的相关要求啊来执行这个交通灯系统啊，我们会把准确的消息哈、啊，做了决定之后呢会通知给大家，请大家注意哈、啊，来接收我们的各种通知。还有呢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哈、啊，在12月19号主日结束之后呢有今年最后一次会员大会，那请所有的会员们呢大家在主日结束之后在我们会直接在 Zoom 里边呢开我们今年年度最后一次会员大会。我们的 Zoom 号码和密码呢我们会稍后通知。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全部的报告哈，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下边就默祷散会。主啊，我愿奉献我一生，只求一生为